第一次来到台北南港展览馆做展览，从高雄呢把车子开到台北来做参展。车主宅理念呢，就是把车子变成是移动的家，然后把家开出门，那我们可以游山玩水，身在其中，感受这生活的仪式感，家的温馨带到身边的每个人身上。我是台湾之光。车住宅 Home Van Life。